陣間咧，我就會寫兩個字嘅啫，用唔同嘅書體去寫幾個字，天主嘅主同埋現在嘅在主在呢兩個字。咁有象形文字，有金文啊，跟住有算書、隸書、楷書、行書、草書。我點解揀呢兩個字呢？因為咧我以前刻咗一個圖章，就係寫住主在呢兩個字。你其實一路寫嗰陣時候可以有少少默想咯。因為主在的意思就是話天主與我哋同在，天主同我個關係點樣啊？喺邊度啊？佢在咩意思呢？咁喺度有少少做一下啲祈禱咯。用唔同嘅書體寫嗰陣時咧，咁你要睇下邊個書體同我嘅性格似啲咧？你睇翻書體有啲係比較撩啲嘅，或者一個比較豪放啲嘅，或者我係一個比較謹慎啲人，我寫好公正啊，寫楷書啊，咁樣我個人性格咁樣咧，我就寫呢個書體啦。跟住最後面咧，就有啲創作啦。咁跟住我哋喺啲紙仔嗰度咧，就係可以寫你哋最中意嗰個，跟住可以簽你嘅名，我同你打一個圖章，跟住拎翻去做一個紀念品。首先咧，我哋用毛筆啦，你可以開筆先嘅，可以點水開，所以即係壓低佢，等佢成支筆開曬。以前啲人會用磨墨啦，係咪啊？而家啲人咧就用多數用墨汁噶啦，嚇咁方便好多啦嚇。筆又好講究嘅咧，好多唔同嘅筆啦，有羊毫，即係用羊毛嘅筆，有狼毫，其實唔係真係狼嘅毛嚟，但係即係比較硬啲嘅筆，一個軟嘅，一個硬嘅。軟嘅筆好的地方就可以吸收到多啲墨，難的地方就係佢軟啊，你控制唔到。咁咧揸筆咧，你覺得點揸揸得最舒服咧都 OK 嘅。以前有可能話咩點樣揸法點樣法，但係現代咧就而家佢有個新想法就話點揸都唔緊要，你識揸咧，你揸得夠舒服 ，OK， 反而咧就會做好啲。紙咧呢啲就叫做宣紙，宣紙有單宣紙係得一層嘅啫。有甲酸就兩層、三甲，跟住又有熟字同埋生字。熟字就唔化嘅，生字就化啲。所以書法咧就係睇你啲筆嘅運用，掂落啲紙，啲紙化唔化，跟住咧嗰個效果出現啦。首先就寫最簡單嘅甲骨文。咁咧甲骨文咧有個寫法咧個主咧就係其實一點嘅啫，跟住呢個在啦。個在字咧，好似個十字架係咪啊？咁當神父咧寫第一個甲骨文啦，咁我就即刻咧被佢個圖像好吸引啊，咁就所以第一個練習咧就係寫呢一個。咁寫完呢一個主在嘅時候咧，即刻就覺得啊，要加多兩個強度喺側邊，即係喺個山上面。咁所以個形象咧就令到好深刻啊！中國文化真係好博大嘅精髓啊！喺個圖像裡面已經帶咗我入去呢一個書法嘅空間。寫嗰個第一個甲骨文主宰嘅時候咧，佢一點嗰一點咧，我就即刻好似覺得啊，係聖神嘅嗰啲火舌落嚟咁樣樣。然後下邊嗰個在咧，居然係一個十字架喎，咁即係好觸動，覺得哇！天主一早我哋寫甲骨文嘅時候，都已經有呢一個十字架嘅形象咯。咁呢個就係最令我觸動嘅。點解會有呢兩個字出現咧？即係而家我主字唔係咁寫啊嘛，係咪啊？個主字咧，原本咧就係從而家個字咧，就係一個柱啊，或者一個木柱、火嘅柱。OK， 咁咧其實咧個主字咧，以前嘅意思咧就係下邊一個。洋燭嘅左上面咧有點火啊，咁嗰點火咧就係代表而家整翻落嚟嘅主字啦。咁即以前簡單啲，就係點火，或者你火字下邊加埋嗰支洋燭個 stand 咧，咁就有個主字或者一個柱字。在字咧同另外一個字係有共通嘅 ，OK 個字咧就係財，人財嘅財。個財咧以前咧意思就係一條草。在土地上面奔芽出現嗰陣時咧，就係個財字啦。咁其實依三點咧，就係一個草字喺個地下度生緊出嚟，其實財。咁佢以前嘅財字同個在字咧，都係相通嘅。
死過咧，就係我覺得可以攞佢嚟咧，係有啲比較宗教性質嘅天主教嘅意義啦嚇。咁呢點可以代表咩咧？聖神又得，水、血都得啊，係咪啊？滴血下邊咧，仲係好似個十字架啦嚇。咁有時有啲靈感啊，寫一首詩，或者寫幾個字，或者唱一首歌，係去讚美天主。咁呢樣嘢咧，冇得可以控制到好清楚話，我而家想去用個方法去做靈修，即係嗰個媒介嚟嘅啫。個媒介咧可以用唔同媒介。如果字係你嘅媒介，你咪用字寫咯。咁喺嗰度揾個美感，因為天主真善美嘛，喺個美嗰個角度裏邊咧，可以揾到天主啦。咁寫完呢個主宰，但係即刻喺我前面睇到嘅就係天主嘅主字裏面咧有個十字架，就係耶穌降生成人，為我哋犧牲生命而懸掛喺十字架上。咁我好想好想喺十字架下掂住。掂住耶穌嘅十字架，話俾我聽，我都喺度嚇，主在，我都在。咁喺個在字嘅部分咧，我睇到土地個土字啦，咁之後就覺得土地就梗係要有啲花花草草啦，咁所以咧就畫咗啲花喺度。咁當我畫啲花，主持頌呢首歌咧就喺我腦海裡面咧浮出嚟啦。主持頌嘅歌詞話他未曾應許。天上蔚藍啦，又未曾應許花兒常開，但係佢嘅慈愛永遠常在，咁就令到我好觸動啊！覺得天主無論係順境逆境都在，藍天陰天都在，有冇花兒開都在。咁喺主在嘅同時，其實我嘅回應就係、是我都要在咯，即係我喺邊咧？我放自己喺邊咧？我願意放自己喺十字架下。觸摸住受苦的耶穌，我比較覺得好睇，喜歡底書，就冇唔係特別的靈性嘅感受，但係底書好似覺得好實在咁，可以或者係主其實係好實在嘅。喺嗰個默想嘅空間裡面，感受到天主在，我都在，而天主在嘅時候，佢嘅慈悲都在。其實十字架下可以有很多人嘅，即係可以有聖母，有個士兵，有 Mary Magdalene， 有 John 喺度。唔同嘅時候，可能我都會代入咗喺唔同嘅人嘅身份。可能係我係即係插耶穌嗰個士兵，又可能係我會即係喺度陪伴住嗰啲婦女。咁所以有十字架在，我都願意喺十字架下同行。所以咧，藝術去做靈修咧，唔係話刻意嘅，而係好順其自然咁樣出現嘅。我好細個已經開始畫畫，跟住開始又寫書法同埋篆刻嘅。有位朋友咧，佢就話：不如我同你出本書啦！你咁多作品，咁呢本書咧，後屘我咧就決定咧用個 title 咧，就係天地人和。咁就分開三個環節啦，就係天和、地和、人和。咁裏邊咧就用啲書法啊、國畫啊、唔同嘅篆刻咧，都去解釋人與人之間關係咧，就係由自己開始。我哋人同埋大自然嘅關係啦，認識到我哋係大自然嘅分子，但我哋都係可以幫助到大自然，同佢點樣和諧咁相處啦。咁最後尾咧就講同天主點樣有一個和諧關係，就我哋講話我哋點樣去成聖之道啦。有時會覺得話西方宗教咧。好似比較好似唔同我哋嗰個文化咧咁接近啊！咁我就係呢本書咧，就想用個方法做一個橋梁。天主教其實咧可以本地化嘅，可以係同我哋中國人嘅文化咧冇距離嘅。即係你話點樣去同天主交談啊？你用咩媒介去同天主傾偈咧？咁呢個咧就要睇下你嘅個性啊、你嘅背景啊、你嘅能力啊嚇咁。未必一定要係藝術嘅，可能係煮飯啦，咁都可以噶。啊，冇規定嘅，咁要睇下你邊樣嘢覺得係可以用嗰個方法，用嗰樣嘢去讚美天主咯。